你塞我的名字哦。我现在已经变王朝生了。嗯。那亲不同人的名字会怎么样？这是什么龙？其实都可以改，因为有了感应的会比较有问题。又是贡茶，看来贡茶很多呢。哇，人家关店的。那台湾有贡茶吗？都被卖光，都被砍光了。这样比较健康啊！哇，又一个马场区。你要走去哪？我们刚刚进来的地方啊。啊，这就不同东西了。这看起来像取货区啊，取货区哦，你扫一下就知道了，要不然改天再来也可以啊。先回去喝饮料再说。有啊，有冰的在冰箱里啦。这下面。Okay.